因为他们都去考这考法子，而喺其他世界嘅世界观，将移民嘅国家由近60亿嘅美金纳入，按照惯例，收入大部分都会被拨入喺下一代世界观嘅组织开支度。例如世界观嘅奖金就已经由2014年嘅3.5亿美元，不断增设到2022年嘅4.4亿美元，以鼓励获胜球员。此外，将移民都用佢哋嘅资金协助各地足球发展，就例如前锋计划就针对在越南、乌拉圭呢啲资源比较缺乏嘅发展中国家。足球訓練嘅配套，甚至係成立咗世界盃遺產基金，為舉辦世界盃嘅東道主國家嚟巴西提供咗1亿美元，用於發展佢哋嘅足球青年培訓同埋女子足球等等。可見國際足協其實喺度致力舒緩足球資源嘅不平等，令到足球唔再係一個大公司只擁有嘅特權，而增加隊伍，就令足協有更加多嘅資源可以投放喺世界足球發展度，而提升更加多隊國家嘅參與度。
较正常个两次个抗片，有啲两次抗片有关行业嘅肯定应该取消啦。咁點解嗰兩次唔應該取消，最新呢次就一定要啦？因為我哋以前擴編咗嘅利存已經可以同而家嘅學生嘅費存。但我哋而家提到嘅以前嘅利存包括可以俾更多元嘅球隊入到去世界盃，將競爭性提高，況且會有更多嗰啲支持啲國家隊嘅人去觀看世界盃，提高收益喎。我哋主編都講咗啦，例如會有利潤啊，呢啲國家新加入，咁有乜來判斷呢啲經濟利益會出現咧？好啊，你啱啱又講唔會出現，而家你又出現，可以睇到你立場已經退咗啦。咁我哋今日再講收益方面，其實國際足協會運用一筆一大筆資金落去幫助啲國家發展中。有冇可能認為如果國際足協提供，咁邊個可以提供資金俾啲國家？未必
心推動世界足球發展嘅項目，為搞教學類國家提供軟件硬件配套啦。教練嘅訓練計劃，當地女子足球隊嘅成立，甚至為啲全球各地嘅熱心嘅球員提供支援。係啦，其實咧，足球足協嘅會長咧，亦都保證咗頭先嘅收入咧，係會投放翻喺足球產業嘅發展上面㗎。作為一個世界上公信力嘅組織，加上一直為全球足球行業所發展投放嘅資源咧，係有事實根據㗎。有冇同人懷疑咧？只不過係一種揣測。有乜同埋又話國際足聯裏面有壞報，嗱呢個係無可否認嘅事實，但係呢個問題已經逐步被解決㗎啦。每個成員國喺國際足聯都有投票權，有效嘅制衡監制監視國際足聯一年嘅所有人嘅一舉一動，所以先維持到佢現在嘅公信力。直到今時今日，國際足聯仍然係全球最有認受性嘅足球協會，推動足球產業嘅貢獻絕對比有方我所講擔憂嘅情況更加嚴重啦。第二，有方話擔心球員要打嘅場數多咗會影響。首先啦，國際足協咧已經有考慮到呢個問題，將2026年嘅世界盃賽期延長至39日啦。足協咧都有確保給予球員足球足夠嘅休息時間。當然，當局咧都未確定咗內容嘅安排嘅，但係有方到底咧，只不過係猜測影響球員嘅狀態。好啦，呢、這個問題有冇嚴重到比改制嘅預期更加大咧？我哋睇翻以往8年和9年嘅改制啊，兩次改制都係擴展咗世界盃嘅隊伍，由16隊去到32隊。正正就係呢啲改制，俾到而家呢啲足球發展較少嘅國家更多嘅經濟嘅競爭機會。例如亞洲嘅日本同非洲嘅卡麥隆，呢啲國家喺改制之前咧都從未能夠喺外圍賽進入小組賽嘅。而改制增加嘅位置，就讓佢哋有更加多嘅發展空間，讓佢哋唔單止喺外圍賽同自己周邊嘅國家去比拼，而係同其他周邊嘅國家去比拼，去攞到競爭嘅機會，去表揚佢哋嘅實力。當卡麥隆咧落嚟，更加成為非洲第一隊打入世界盃八強嘅國家，更加成功打敗世界之王。大國阿根廷和巴西，今次改制嘅代價，只不過係讓每隊能夠晉級嘅球隊打多一至兩場。如果未能夠晉級嘅球隊，佢哋嘅休息時間咧，甚至係比以往多咗嘅。休息時間只不過係前後調換，仍然有一個月咧係喺世界盃同埋聯賽之間嘅休息時間。不過休息時間咧就係冇減少到㗎。最後想問有方突破，如果唔需要令世界盃變得更加大眾化，但係可唔可以有翻原因符合佢嘅原意，成為一個有世界代表性嘅？他的确是帮到某一个国家某一地区去起到一些
即係同伴在座各位，大家好，我哋佢哋應翻有關嘅呢個要求，我哋認為去比較翻雙方嘅成績點咯。咁其一，有乜落擔心佢增加之後會令呢個世界盃以及國際足協商業化入貪污？我哋睇到嘅係，即使有貪污嘅情況，世界盃嘅原意係促進足球普及化、多元化，同埋更多人喺踢到足球。所以喺呢兩樣嘢多次就有翻同我講，點解呢個係擴天嘅弊處？商業化本身係國際體育盛事嘅性質之一，體育都因為商業化先去普及發展，所以有翻好澄清翻同埋過度商業化。其次，不妨睇下有翻同學口中商業化嘅結果，1986年16隊增加至24隊，國際足協收入由700億美元增加至11億，足足多咗成5倍。喺第二次嘅改制都增加成80億，我哋睇到嘅係國際足協會運用一啲收入去促進足球普及化同埋培訓足球嘅人才。在2015到2018年度，這個盈利為61億，佔國際足協總收入的95%，而國際足協在當中投放了17億在前鋒計劃，在貧困落後的地區培訓足球人員和領教資源，以達至足球普及化。在2026世界盃，國際足協預計總收益增加40億，一如以往都會投放大筆資金去協助足球發展。有不同何從能力商業合弊多於利？其次，有不同擔心隊伍多咗球員打嘅場數增加，身體負擔延伸加沙。我哋睇到係有方防止係不斷話係改制嘅問題，但係睇到嘅係其實喺改制之前喺分組賽每一隊都係打4場，不過喺改制之後大家都係打4場，唯獨係進級嘅組別會多一場。所以有方防你要知嘅，你要講到嘅係點解你改制之後就一定會多受傷嘅機會同埋減少休息嘅時間。其實我哋睇到嘅係。在改制之前，好多實力的隊伍唔入都入唔到世界盃。就係韓國喺1982年，因為亞洲區外圍賽淨係得2個位，所以先未能晉級分組賽。但係歐洲最強嘅球隊都可以入到排第7名，都可以入到。我哋睇到係韓國入唔到世界盃，同埋實力不及歐美國家。亞洲席位有多，我見今次隊伍有咗或者啲有潛力嘅隊伍，我哋相信晉級嘅機會喺球眼中絕對零一多。況且我哋足協明白增加隊伍嘅比賽數目增加，所以將賽期29日增至39日，亦都有會員優待計劃等去幫助一啲球員去養傷。咁最後其實我哋睇到嘅係抗爭可以幫助世界盃提高質素，例如我哋睇到嘅係喺個。我哋睇到嘅係喺呢個亞太地區嘅韓國，本身係入唔到去，但係到咗世界盃改制之後，佢除咗獲得主辦權之外，仲係第一次史上合辦將經濟利益放大。請問有關同學點解前兩次改制失，今次得有咩唔同？多謝各位。他們會仗著他們自己的錢多，就走去周圍欺負別人。
佢可以買中財款啦，賄賂啦，做一啲貪贓枉法嘅事。所以我哋根本就唔應該可偏令到佢哋更加過分。有翻同頭先阿主面又話咩宣揚足球文化，冇錯，佢喺世界盃真係可以宣揚到足球文化，但係同時間都會，但係我哋見到嘅嘢就更加差。就是因為他們改變了之後，他們財力和權力也 都會上升。其實有方同學不外乎就是說改變了之後，他們國際足協就可以拿那些錢去資助或者培訓一些球隊，聽說他又好像真的挺好的，但是想清楚，他們的受眾只不過是一些做運動的人，一些即假設我現在其實我都不是一個運動員，我旁邊起了一個足球場或者有些培訓的人，但是都不關我事，我不會真的走去的嘛。但調翻轉，我方見到國際足協，佢係會走去更改人哋國家嘅法例，仗住自己錢多，去更改咗巴西嘅法例。呢件事係發生於2014年嘅世界盃，當時嘅主辦國係巴西，當地其實本身法例係禁止都喺球場度飲酒，但係因為2003年之後為咗避免球場期間因為飲酒造成嘅暴力事件，但係佢為咗金主罷位，佢強迫巴西政府更改禁酒嘅法例。他根本沒想過為何要有這條法例在這裡，因為他這條法例可以保障他們不會有什麼死傷，破壞了他們周邊的財產或者性命。這樣他改了這條法例，是不是真的是好事呢？是否又等於那一個的球會一定是入到呢？快嚟有分學啦！你哋咧又～
到而家嘅體制仲未完善，所以我哋繼續擴編。今次嘅擴編都係基於啱啱冇淘汰賽，係增加多30名隊，係一個可行性上嘅考量。我想問下有科學喎，咩叫完善啊？你對完善嘅定義係咩啊？你覺得幾時先可以完善啊？完善就係各個地區都有公平嘅植物可以俾相等實力嘅國家人攞去咯。就例如睇到非洲讚美亞，其實讚美亞已經打贏過啊，阿拉伯呢啲強國，但佢入唔到世界，佢可能係佢一時失手，呢個係你講嘅公平性問題咯。其實有科學話仍然認為世界盃應該只在提供要求質素。我方係絕對認同世界盃應該係有提高嗰個足球質素咧，但係問題係今次嗰個決賽嘅擴編完全係幫助到呢次，反而令到佢嘅足球質素下降喎。嗱，想問下有冇同學啦，你承唔承認擴編導致轉播嗰個收益上升，會令到國際足協做更多衰嘢？我唔同意有關同學，就係睇到嘅係每一年獎金會增加，佢資助嘅獎金會增加，佢哋帶嚟利益絕零㗎，你講嘅閉住。其次有多人講你講嘅貪污問題，不一樣係一啲普遍嘅大眾。剛才頭先同我哋講烏拉圭好似咩好勁啊嘛，但係佢都照樣踢唔到世界盃。咁我想問下，點解如果烏拉圭真係咁勁，點解佢會輸喺個外圍賽度？咁就都冇得容易咗啦。
想再喺東莞嗰個樓啦。本身其實就可以拎嚟嗰啲一分鐘左右嘅，但係正正因為擴充咗嚟嘅幾套場次提升，所以咧賽程更加密集，一周三場跌落去再次提升，足球員影響更加大。嗱，我咧有幫同佢一啲同我哋講過話，哎呀，足球咁嘅休息時間咧會多咗㗎，更加你會咁樣諗嘅係冇錯，但其實咧用雙節棍拍到時間，而家2026年世界盃嘅比賽咁嘅總數係39嘅，但比賽咧嗰個場所咧由64嘅升到104嘅，亦都係多咗總40場比賽。就算你睇翻平均分數都好，肯定球數密過2025年嗰個世界盃比賽啦。我唔明白有分流話講係邊度威遠，邊度有個良心喺入邊講到話休息時間好多個鐘。嗱，其實咧有科學咧根本係冇做過任何地位比較嘅。嚟，有科學咧係我幣全嘅，佢回答嘅幣出咧就係嗰個有關事。但其實咧根本係冇全部嘅方法嘅。就算有科學講話，我係咁樣嘅啦，就我我我我食咗啦，一嘢揾會啦，嗱我好嘢咁樣。但其實係完全唔合理㗎。嗱，點解啊？嗱，根本咧要改過啊。其實係非常簡單嘅。嗱，就如我上講啦，假設喺呢場比賽，我分嘅主辯走唔啱。根據華英日報的新聞報道指出咧，有95%嘅受訪者都唔支持放天王，跟住咧我哋無啦啦3-0嘅都有結果，咁但係咧冇人發現，我哋就知道啦，耶咁樣，下場咁樣，連追繼續咁樣，三連出咁樣，哇！我就發現，我想問下啦，一個做咁多衰嘢嘅人，點會突然之間搬翻個良心出嚟，喺度突然間改過自己咧？係一定係有做錯事有後果，所以先至會改過。但係當真啲結果承受太大啦，冇人可以。管得到佢，就連係前任主席啊，都係要睇緊，都係要幫前任國際足協嘅主席，都要等佢離開咗國際足協，先至嗰邊先至可以拉到佢嘅，可以證明到國際足協實力上太大啲法律搞唔到嘅。嗱，咁正正就係咁啦，而家國際足協做咁多衰嘢咧，完全係冇效果，咁點解會話咧？有方同學係完全回答唔到呢個問題嘅，我啱啱翻嚟同你講啦，要證明到底係唔係利弊結合咧，要雙方嘅利弊結合，正如啱啱所講，有方同學冇做過利弊結合，就因為。但相反，我方已經響大方嗰時換咗你新嘅利處，但係你嘅利處咧，即係係停留喺足球界嗰度。但係我哋嘅利處咧，國際足協而家是骨嘅嘢嘅話，影響嘅正正係所有全世界所有民眾，受影響嘅國家，受影響國家嘅國民，同埋嗰啲足球員，全部都被波及。但係你所講嘅利處咧，就係對啲小球員有幫助。咁好明顯，地道呢塊係完全唔成立啦。翻到最後，我想講多一句啦，就係。點解個利益範圍咁細，你都係揞住良心個利益範圍咧？真係強點啊！十萬多個位。嗱，今日表現暫時為4:09到個時，最後翻最後良性方面影響。唔該唔該，係啱啱做緊嘅我外語啫。啊？有可能係發言，有冇寫錯嘅？發好嘢都問我先，我寫俾你睇下。你有事咧？快啲啲啊！你佢從來冇人會講過嗰種問題，全部都係 VR， 所以我覺得呢個如果係咁
Lisa 見面嗰度，大家認大家有冇認為佢個角色有冇？我係嘅，係咪中學時開始？有。我喜欢。
開規範字嘅，亦都唔好好諗住好，即總之同賽規有關嘅嘢就唔係冇用 3D 嘅方式解決。OK， 即以後有嘢啊，即係呢個學習嚟嘅。咁同埋其實佢哋講緊乜嘢咧？係講緊你唔係講緊你講好嘢嗰句，係你講緊好嘢之前嗰幾句。係你講你嗰個位咧，你係啊，即都係講緊話啊，類似嘅啦，解決咗啦咁樣。咁你嗰度其實你就要睇評判啦，因為你嗰度掠咗一堆你個腦突然之間爆出嚟嘅句子嘅，同埋字眼嘅。我自己嘅話咧，我係聽到你入面有嘢，即係壞嘢。我聽到有，但係不能即我覺得啦，我唔係好清楚，但係我傾向於你，但係不能夠因為我傾向於人，所以就要要求三個評判，係咪？所以咧就即係照翻賽規，就係評判度次權，即係評判度次權不夠，即係去到嗰位，即係佢評判個聽唔到喎，佢我聽即係嗰聽唔到，咁咪聽唔到。我覺得傾向於相信，因為我聽到我嗰時我都有個同樣嘅問號，所以我傾向於人，但我相信我扣咗嗰分係點樣講？係咯，係啊，我覺得應該係都應該真係唔影響。咁乜有乜嘢係會影響賽果咧？咁當然啦，我覺得雙方係有有佢主要嘅問題喺度，所以我覺得即應該有每一分零。即係大家都有各自嘅問題，所以我覺得比較緊啦。我覺得正方好主要嘅問題咧，就係、是、你有啲資料係用啱咗嘅，但係除咗用啱嗰啲資料之外，絕大部分資料都係錯嘅或者有問題。又唔可以講話錯，而係最好唔好用嗰啲，最好唔好用嗰啲例子。即係例如係有呢啲啦，你有啲例子用得 OK， 即係所以我唔係話錯。而是不足或者不是用得不好，例如什麼呢？你一開始轉變的時候提那個前鋒計劃 OK 的好的，那你用同越南的例子，其實你應該知道詳細的說法，因為越南是由香港都踢的，變成現在中國的都不夠你踢，在外圍賽裡中國對越南大年初一中國去再下越南是比越南數的，不單止是比越南，即不單止輸給越南，是明顯技戰術都是輸的，是被人哋猜到死咁滯，所以明顯水平有分別。但係一個就是足總病，你就可以吹到喺足總病嘅錢落去，佢用十零年的時間令到個水平提升咗。之前前一兩屆世界盃內賽，香港連香港隊贏，而家係中國隊係唔係走贏中國隊，係個水平完全係超越乒乓嚟。咁嗰、那個即係呢啲例子好啦，咁你係烏拉圭就大鑊啦，因為烏拉圭係第一屆世界盃冠軍，即係你攞過兩屆世界盃冠軍，而且係喺咁多屆世界盃幾乎冇缺席過，除咗一啲即係佢缺席嗰啲咧，都係即係佢缺席嗰啲世界盃咧，有一兩屆佢係缺席世界盃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嘅，因為反對法西斯主義，所以國家即係佢有啲人支持，有啲人唔支持，所以有啲界別佢冇參加，或者國外政治情況嗰啲唔參加。咁但係足球先，我真係唔想講太多，係啦，因為預期你之後你都唔會詳細睇噶，係啦。咁但係除此之外，烏拉圭係南美洲除咗巴西、阿根廷入邊嘅即係第三嘅強嘅足球強國。你攞佢嚟講 FIFA 幫到佢咧，咁 FIFA 唔幫佢，佢都係第三。所以個唔係話錯，但係你唔會用呢個做例子，因為人好容易。即係雖然今日你個問題就係、是。很多他們提的那些例子有問題，你不識會用，但是就是因為你找資料的時候，你沒有很詳細地看過，沒有很詳細預測過他們會說那些東西，還有提那些隊的例子。即例如夏伯龍那些，夏伯龍第一次參加世界盃是82年，但是你不能夠論證到他是因為抗憲了才有，因為其實他在非洲裡面，他那個即是他當屆非洲，即是非洲裡面外賽的成績咁佢唔使抗辯，佢都應該有，即係佢都有實力，係可以入到八年嗰屆世界盃，即係唔一定啦，但係可但係個實力同埋佢外賽成績嚟見都係。日本係個相對佢好嘅例子，因為日本係即係因為日本其實佢係喺亞洲區入邊係
係去攞到第三隊嘅，即係如果過八隊用翻24隊八隊曬，都得兩隊出線咧，有本係上到前，但係九百分因為加咗位數嘅賽事，但係呢個例子係有好有唔好而因為日本即日本聯日本之所以個水平提升到係關抗天事，佢哋唔係因為抗天咗攞到第一次嘅參賽機會而係令到個水平提升，而係佢攞到第一次之前，因為有啲搞咗 JD。改職業化咗佢嘅聯賽，所以其實佢個水平已經好過好多次，即係遠拋離曬香港啊！咁所以呢個又係完全嘅例子，即係講出嚟好容易俾人哋誤會嘅例子，或者有其他啲例如利日利亞係點樣睇例子嘅？因為利日利亞不嬲都係非洲最強嘅女子，即係有超百億資本，係好犀利。即係出到佢九四年出到嚟打嘅時候，已經係西班牙啊嗰啲強隊都係。所以呢啲全部，即係你應該要提嘅係一啲落後國家嘅例子，而因為以前咧，因為擴天咗，或者非法幫咗錢幫佢哋，所以令到佢哋得咗益處之後進步。你哋條主線係應該要提呢啲例子，但係你哋提嘅大部分例子都唔係呢啲例子，而小部分提得啱嘅例子唔講咗先。咁呢個就係你喺招運動上面其實係其實係唔好嘅，同埋有即係我唔知道真正流唔流行啊，唔記得咗。但其實 有部分是可能是有啲問題，即係例如你攞之前有收邊廿四隊係好嘅，有廿四點三廿二隊係好嘅，唔代表有32.48隊就係好。呢、這個即係我食我又好餓，食咗一碗飯我飽。由第一即係由一碗飯食到兩碗飯更飽都係好嘅，唔代表我食到第三、第四、第五碗飯我食曬。即係個道理，即係所以個邏輯唔係咁。雖然又係應該。係啦，咁但係又係咯，就係、是、即係喺諗主線嘅時候，你就會其實呢啲嘢應該要諗到咯，唔關條辯題會照字，係諗嘢個即係諗嘢嗰個方法係啦，你即係有啲嘢去到某個程度就唔會得嘅，就會有問題啦。咁呢個要知道，如果唔係嘅話，就真係我恐怖決賽周變曬211隊一齊踢決賽周，冇外賽。又係咁樣，咁即係好似人工電話嚟嘅時候咁。頭先做啲乜嘢然後就有啲頭先或者南韓啊嗰啲，即係或者南韓嗰例子都係咯，即係又係啊做，即係呢個就係做多啲功課，你就明顯打多一兩個例子就明顯贏到啦。即係例如南韓啦，睇南韓，但係南韓其實。你如果我打我就問咯，咁八即係睇下南韓係八年前入唔到啊，咁佢好啦，佢八六年開始入到啦，佢打到幾時先至贏到喎？八六年贏到九一九四九八贏，一路打到你突然自己主辦嘅時候先至贏到。咁當然嗰屆仲當然仲有球證吸收咁樣，係啦，咁即係例如男女世界下場嗰度上面講到，係啦，咁又或者係啦，即係例子讚比亞嗰啲，或者巴西15個洲機嘅直頭嘅一個踩佢貧富懸殊啊！巴西本來已經係足球強國，有足球王國之稱，你仲攞你原來咧就係攞即係喺嗰啲實攞曬啲，即係攞咗啲收益咧，你係幫啲足球先進國家再搞好啲足球，咁同貧富懸殊有乜分別啫？咁你覺得貧富懸殊係利處咩？哦，原來你即係原來你嘅利處係建基於一個貧富懸殊情況底下，你主線你其實想講呢啲嘢㗎嘛？所以砌佢啦，即係有啲可以砌，係啦。咁啊，或者啲即係又或者通識問題啦。不過係啦，啲人冇通識課所以唔得，但係啲通識問題都認識，冇乜所謂。即係例如阿根廷係因為阿根廷冇因為攞世界盃而改善佢經濟啊，佢哋仍然係超過100%嘅通貨。我唔知點解係㗎，係啦。咩？我冇講民族團結，我咪講我冇聽錯利比亞冇入到世界盃決賽周。關我邊事喎？所以你最大的問題嘅，你有啲例子係講得 OK 嘅，所以我唔會將你嗰個內容或者嗰、那個即係最後俾嗰個招運攞翻，我唔會俾你太低嘅，但我俾唔到，因為你有啲例子用得好嘅，但係大部分資料都係唔係好嘅資料，或者好嘅例子，唔識得好運。至於你呢邊就係、是、個即係即係頭先啲爭拗嗰啲唔係好關事嘅，咁、那個問題就係咧。是做的功課可以好一點，受傷那裡
你哋都係誒，不過當然明白反方難嘅，但係都要盡量去揾點解世踢世界盃係特別容易受傷？點解世界盃完咗之後嗰個球嗰啲即係嗰啲球星或者誒即係譬如國腳級嘅球員受傷嘅比率會比較高？你要揾呢啲方，你要揾呢啲嘅調查數據，你要揾一啲嘅權威，例如一啲嘅醫生等等嗰啲去解釋點解，就係因為一個慢性嘅。係啦，呢啲資料你要揾嘅，因為你嗰個係你主線嚟嘅，你做得你主線，做得你主線嗰啲嘅主要論點，你一定要揾到好足夠嘅資料去證，而唔係即係如果冇啲好足夠證據咧，就變成佢唔需要好多理據都可以回翻你，跟住做啊，跟住咪又係同你講翻佢都傷啊，咁啊，誒受傷咁有啊咧，咁咪變咗大家鬥趣。但係如果你有一兩個資料，但係佢踢世界盃特別易傷喎，點解啊？因為你個安排問題咯，啊，因為你唔俾佢哋休息嘅問題咯，或者諗多少少咯，你嗰個諗法就係、是、即係因為踢多少十場，但係你加薪過嚟嘛，咁但係你應該點樣講咧？喺你現有資料嗰度，你點樣講嗰個比賽會加多咗咧？諗睇多諗多一步，了解咗個賽制。佢而家有32隊上到都去啊嘛，而家嘅賽32隊嘅賽制係初打完執行初賽得翻12隊嘅啫，48隊嘅賽制係打完之後有32隊有翻嚟，即係話大部分嘅隊都係要打多場，最少一場。講呢啲係啊，即係應該係要講呢啲咯，你先至可以喺嗰個位會，即係你嗰個位係有優勢，尤其是嗰個位係你主線嘅位，所以。功課要做多啲，資料要做多啲。你講冇諗過你要打，即係你第二個波冇諗過嘅。咁當然都可以係好嘢嘅，但係要呢個係深。如果你要打得好，呢個係深嘅，呢個係深嘅論點嚟。係啊，因為即係可能你教練諗出嚟啦，咁係好嘅，但係係一個深嘅論點嚟嘅。你係要揾多好多背景資料。今日咁相對嚟講，你今日背景資料係唔夠嘅，因為。因為坑你個即坑你嗰個手球嗰個事件，佢可以話嗰幾千萬只係賠償，即我冇辦法改個賽制，我冇辦法改一個結果，我冇辦法安排重賽，但係我賠錢俾你，嗰個唔係一個，所以嗰個一個賠償，賠償只係一個賠償，佢咁吹完咪得咯，係咁同埋佢都可以，佢可以吹兩樣嘢，第一個別事件啫，第二佢可以吹話係有貪污啊，啲人拉咗啦，咁實際上真係拉咗，而實際上佢真係提。咁所以，我唔係話呢個方唔得，而係你要提更加多嘅資料。例如係嗰、那個，即係例如佢哋講話，哦，而家公平咗㗎啦，而家公平咗，因為大家都有得投票啦，主辦國不嬲都可以投票啦。根本卡塔爾嗰度，即係卡塔爾攞到世界盃，點解佢攞世界盃主辦權？你都成日得 FIFA 貪污咩？其他地方有份投票嘅足協唔貪污咩？呢啲先係你要講嘅嘢啦。因為你係想講到國際足協呢個萬惡嘅投票鬼。係將貪污呢個風氣擴張到全世界啊嘛！你想講呢樣嘢啫嘛？咁但係其實卡塔爾個世界盃嗰次，即係呢一次係講到呢樣嘢啊，但係都冇出到呢個事，就係唔係淨係得佢收賄咯？地方啲族眾投票俾卡塔爾嗰班族眾咧，呢啲要係啦。但係就呢、這個所以就係你個 point 就得啊，但係你夠幾多項？呢、這個就係你今日嘅問題，呢、這個就係你即係、就是、今日我覺得。但係都係嗰句啦，條片拍咗，即係如果要打呢個方咧，條片唔係好深嘅。你需要例如有啲紀錄片啦，我記得 Netflix 有一套有講類似嘅，你可以睇啊，我知道睇有睇咯。咁即係但係用得唔夠咯，就係同埋即係佢嗰時講好多係再前一陣嗰個白米打嘅啫嘛。係啊，咁但係有啲書係更加詳細講嗰個過程嘅，因為最唔開心啲嗰單嘢最唔開心嘅國家就係英國，英國最多足球輸出㗎啦。佢所以係寫咗呢本書係講成單嘢嘅，你只要睇咗其中一本，你就會多好多故仔啊！特別是人哋教，係啊，咁但係今日就唔夠，咁啊，萬一下次再做，萬一下次再有需要打條片題嘅話，就喺嗰啲方面做過啦，就。首先
制嘅各個情況先。正方咧就係、是、因為個主事嚟講就係、是、啊，你只係需要同個領處嘛，如果領處我編嘅領處咧好直觀嘅，就係、是、啊達到你口中所講嗰種普及化啦，係咁。但係你一開始嘅標準定嘅係普及中求發展啊，咁呢樣嘢咧就其實牽涉好多方面。咁你頭先講嘅先鋒計劃誒，越南嗰個例子係其中之一啦。咁但係如果講到足球發展咧，我會有個疑問就係、是，咁你係咪意思即係話足球產業咧？即係意思即係話佢身邊嗰啲啊贊助商啊，大量啲收益啊，又或者成嗰啲周邊產業，例如球會球衣啊、啲球場啊，咁呢啲係會唔會都係考慮嘅範圍之內咧？所以我聽你呢個標準定到好闊，咁我若要你講一講一啲啊擴編之後喺足球產業嚟講帶嚟好處咧，即係帶動當地一啲足球嘅賽嗰啲，咁我若要講埋個時鐘，大家都會講到啦。咁所以咧就嗰個定義方面咧，你要留意一下。如果標準定義定闊咗嘅時候，就意味住你揾嘅資料都要多啲，咁樣先至有信服力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嗰個擴編嘅例子啦，成本啦，我哋所講啦。咁我講翻第二方面咧，就要解釋多少少。要講清楚係某啲國家因為擴編而受惠，咁然之後要講多少少中間嘅過程，就係擴編咗之後，侵咗啲國家國民之後，佢乜嘢方面提升咗？可能話佢嗰個技術層面啦，合作嘅默契程度啦，又或者佢嗰個人口嗰單之類，嗰啲地方啱啱揾到一啲實質嘅數據去支持。然之後第二樣嘢就係、是、有啲位咧，你回應得唔夠好啊？譬如話嗰個傷患問題啦，咁但係人哋提出話啊，一周兩賽其實會影響嗰啲球員嗰個體能喎。咁但係成場嚟講咧，你嗰個回應都未夠具體，即係唔夠針對性。咁我同埋你意見咧出咗一個字眼就話。世界盃係一個夢想嘅舞台，咁喺呢個四年一度嘅夢想舞台咧，咁佢啲傷患咧又唔算係理由。咁你出咗呢句咧，咁就有問題，就係、是、你好似你講嘅咁就係啦，你就係純粹用一個理念或者嗰啲好宏觀嘅嘢去包裝翻你嗰個理處，但其實你冇回應到呢一個傷患嘅問題。咁其實你可以講多少少嘅就係話佢哋。質疑其實多咗賽事，佢哋多咗傷患嘅風險啫。咁但係其實對面佢都冇講得好具體，話佢哋傷咗啲乜啊，或者有啲實質嘅例子係邊個真係傷咗啊嘛。咁你可以講方面再回應一下就會好啲咯。係望唔到嘅嗰個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收入方面啦。咁你講到話嗰個擴編之後。會提升收入，我期待你補充多一步嘅，就係擴編咗之後多咗比賽，咁就點啊？多咗人睇，多咗人睇，收入咁先至可以拉到你提升收入嗰個位。咁所以都係中間嘅論證過程咧，有少少不足，咁就會令到嗰個數學咧上邊，咁就係呢個位啦，係啦，咁就係嗰個係啦，質疑嗰個問題啦，同埋嗰個九八年啊、八二年嗰個就係都係用一個中心嘅角度去講，就係之前加咗係啦，有一啲可以量化嘅好處，就係收視率真係上升咗。咁然之後你就再去用呢一步咧去推翻我。咁既然多咗比賽，多咗經濟，咁就會多啲人睇嘅。咁而且多咗人睇，更加普及足球嘅，所以喺呢個準則底下咧，就會有標準啦。咁樣先話嘅話，一定完善嗰個，因為其實對你哋質疑都真係有幾個人，就係講完善嘅問題。係咪就係只係八隊之後仲再加到16隊，咁再多啲咧？咁你哋咪用翻個啲可以量化嘅基準去回應翻呢樣嘢，係啦。咁就會成條主線咧，就會再豐富啲，因為而家你哋係有個。有個表喺度，表層喺度，但係行咧就比較多，所以就變咗。好。
人嘅，咁我都明白。咁但係同時有啲位置咧，你要留意一下啦。譬如話，你哋第一個安全就係嗰、那個容易受傷嘅問題啦。咁但係我會奇怪嘅就係點解一開始就講卡塔爾嗰個例子？因為卡塔爾咧，大家都知係一個特例嚟嘅，因為過往嘅世界盃都好少攞係好貴嘅。咁但係你要話係冇出雙冠呢個事，雙冠呢個論點嘅時候，一開始就用卡塔爾做例子嚟包裝咧，咁我就覺得對方嗰個唔可以翻嚟嘅例子，我就因為卡塔爾都貴啊嘛，梗係貴啦，又做其他聯賽嘅開賽期啊嘛，咁所以用例方面咧，我明你意思嘅，你話啊卡塔爾咁辛苦啦，咁你嚟緊再多啲比賽咪再辛苦啲咯？呢個係我明你嘅邏輯嘅，但係咧你用例方面要小心啲，可能擺後啲去講。我覺得你同卡塔爾，因為卡塔爾咧我比較獨特嘅例子，比較容易推翻。咁第二咧就係嗰個所謂嘅作惡問題啦，係啦，就你話佢多咗收入就會令到呢個魔鬼更強大，係啦。嗱咁但係我覺得呢個觀點咧，你嗰個中間嘅過程咧，要諗多啲。如果唔係咧，因為你全場解釋得唔夠多，你要諗多啲就係正因為一個學篇先至會帶嚟呢個弊處。你對翻個題目先，因為我就聽咧，你成場討論嘅一個所謂嘅中結作惡嘅問題咧，似乎未必一定係同一個學篇有關。你中間嘅關係就係話多咗錢。係啊，佢講篇就多次，咁你就信咗佢用咗多咗次咧，就會作奸犯科。咁但係夠噶嘛？咁你要講嗰啲多咗次，而且佢而家咁打底，佢做呢啲嘢背後，佢目的係為咗賺更多錢啊嘛。咁你要講，你可能講啲佢成個中結點解會咁做？你唔係一嚟就踩咗佢先，你係講話點解一開始佢會？咁然之後再回歸翻而家呢個問題啫。擴篇完之後，邊個提出㗎？係中聯提出嘅。咁你咪講下點解佢會咁做咯？啊，擴篇收入多咗，你舉出啲數字，收入多咗幾多？因為我準備辯題嘅時候，都有揾到有數據嘅。佢又講到話啊，亞洲嘅主席都有出嚟講話擴篇之後咧，我多咗幾多億收入。咁你就要講下啲收入帶嚟嘅一個反效果，就有可能咧，你多出嚟，多賺多咗嘅錢去做嗰啲，而嗰啲嘢咧係好難去跟住嘅。咁都係我哋用翻多啲例子去解釋，同埋呢個關係要再近啲。如果唔係咧，佢唔使咁認人，你見佢認咗少少之後就冇認到幾個。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咧，令到雙方去同一個戰場咧有攻防。咁所以呢個戰場嚟講咧就。有精彩嘅，同埋第二集嗰個編面嗰個編面同學仔咧，有啲風度，有啲風度。首先呢件事做嗰方面咧，有少少出入。我哋整啲單詞有翻啲難。我明白，你可能對方嘅質疑都可能好大。留意翻佢個場次。咁同埋你成份稿嘅風格咧，咁最尾嗰度咧有啲數珠情。好嘢，就點解就點解咁？咁好似個解釋嘅過程冇咁，所以落都係叫佢落翻啲例子啦。我都欣賞你哋有做一個例題嘅，咁呢一個都係一個理想嘅處理方式。咁但係咧可以講多少少就係話，呢個弊處人哋話咗點樣解決，即係捉咗嗰個人啦。咪講多啲，捉咗嗰個人就解決到啦。如果佢本質係咁嘅話，捉幾個？咁呢方面你再推遠少少咧，咁你嘅辯辯水平就會高，咁大少少。最主要有兩個點，
咁樣呢個題咧都係而家好興嘅框架啦，唔使講，係大家都用到。但係我好興嘅框，而家好興框架就係兩種框架，關於平台。我呢兩種框架關於平台，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咁我哋捉嘢咧擴編咗之後咧，佢嘅觀察性嘅變化，即係我哋正話會誇張啦，會有好文化啦，其實係最緊要都係觀察係有差嘅嘛，係咪？如果咧反方咧亦都有針對住咧嘅人攻擊嘅，但係咧喺呢個問題之上咧，正方就會同你講啊，又多咗網站差咗多啦。開咗單嗰兩年咧，其實就係針對啲人，佢哋咧想攞貴啲人嚟受傷。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咧主面咧，你講係啲人會受傷啦。但係受傷同受運，即係作為一個比較好啦，我哋講嘅受運就係佢受傷，同受傷之後會導致乜嘢咁嚴重？你個國際將放咩嘢唔好咧？即係嗱，話一兩個球星啊，幫天主領受傷啊，你嚇，你呢個係受傷啊，或者打波啊。啊！太高水平，你眼都受傷喎。咁難度係即係高都唔好，即係高比賽都受傷咩？唔係啊嘛。所以係啊，連世界盃都可以證明啦。點解世界盃會到而家？或者受傷之後會難嘅有冇？其實咧，翻返觀察情況，點解我會講係啲人受傷，一定知道流程太唔好嘅，即係係啦。咁你成個就你成個國際盃咪差咯，你差咪冇人睇咯。咁你冇人睇又點樣符合咧？係啊，咁你可以將你個論點歸入去將來嘅時候咧，我有效嘅。第一個咧，你睇個論點。即係佢嗰個啦，而家反方咧就針對住第一個年輕進行一啲攻擊嘅情況，而呢個咧攻擊係當初咧冇理由嘅，呢個係公然上咧錯。咁啊，反方咧就同我哋講：，喂，而家咧我哋質素會下降，點解？因為以前啲好廢嘅球隊唔俾入，而家擴編咗，佢又啦唔會嘅，係啦。跟住咧就輪到正，跟住大正方咧，正方就話：，係啊，質素太重要，要多人點啊，又唔公平。一副嘅回答咧，就真係我非常之話，我即係由你會形成嘅觀眾群，多咗咪等於多咗咯。第二，我哋全部消曬啲外援賽啦，即係所以當然我唔知咩外援賽啦，我上網 search 啦，係啦。但係我哋消曬啲外援賽，全部一齊50強，100強全世界所有一次過整個大型世界盃，咁呢個立場上咧大好彩咯。對於正方啊，認為翻嚟，但係方咧立場翻嚟冇點針對呢個在場在現場。你只有變到想入嘅，但係發生呢個問題之後咧，就點解冇用？係啦，但係呢個我哋就聽先講啦。係啦，咁咧，所以呢個嗱，呢個現場就會話大家係爭持不下，就不以為止。係啦，我係最尾得唔到結論啦，亦都得唔到啦。好啦，跟住咧，阿尤其受傷喎，阿即係係啦，咁咧，所以喺個外圍賽導致質素差，佢入咗去呢個環節咧，咁咪之後，所以最後可以翻返受傷。咁但係受傷嘅位置咧，因為正方嘅回應係貴，佢都有，即係正方佢話，咁佢話都有同佢都有30球啦，佢差唔多十個，但係我就即係我即係呢個回應咧就相當之錯誤啦。而反方咧佢又點樣調場針對呢個？因為反方咧就話啊，佢會受傷喎，佢會受傷喎，哇30球第一百次場呢錯，唔係唔受傷啊？咁你哋反方第一個論述，第一個論述第一次聽我覺得係喎。但係正方就對準咗30球唔足夠啊，因為以前19都打到30都打到，話正方就咁調場。我對反方嘅回應咧仍然係30第一百字唔錯，唔係打，係會咁樣啊。咁我呢個喺我在咯，但係我覺得呢個反方咧就越嚟越無力。而當你再有機會打唔到嘅時候咧，咁你觀賞性咧呢個調場咧就會有上一層啦。好，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因為我哋中意係有錢。呢個就係第二點啦。咁所以咧，成年多咗咧，就係講錢嘅反方認為反方需要承認嘅，但係呢個即係最後先講。但係咧，攞咗錢本身正方話好嘅，因為做嘢可以攞嚟做成功計劃啊，可以攞嚟做基建啊，可以用呢啲。反方咧就話唔好嘅，因為我哋將攞咗錢咧貪污啊，去承認。我先講正方嘅問題係講嘅，正方咧就係你講嘅，你有啲例子都會有錯。你老闆，我哋足協咧就賺咗。一點萬二，
己完美，但係可能我真係好難得做辦法，因為我都唔同我，即係佢最尾都係我自己講，我幫唔到佢。但係呢個情況應該講係你自己，最後去到基建嗰個位，我先可以聽啊，基建係我俾嘅問題。啱咗個反方嗰種俾我嘅，反方咧就話你基於受公司覺得做行業有啲貪過改法喎，但係咧就係你講公司其實我都要問你佢貪過點解影響咧？我哋係嘛？你佢講得可以啦，先頭反方啦，佢講到啲第二個唔得咗啦，啊係咪我同我都係做反方啦？但係你咧影響咧過萬嘅，我唔係過，係冇改法咯。所以你受眾少咧，就只能即方面但係受眾之後，但係其實佢係咁，我覺得呢個立場講法咧就唔太適合。尤其咧，誒今日其實我覺得第二個重點，今日要前咧，係咧一個重點三嘅重點，喺邏輯上。係啦，首先今日你話一個差咧係中意定係覺得俾錢佢係，係啦，你要話到啲咧差到無可否認，佢一收到錢就一定係攞嚟做差嘢，咁即係老師少。但係今日你講就係。我哋都係一個差嘅，我收咗錢之後，咁咪做得差咯。第二個我覺得做咗得曬差，跟住剛才兩句話拉咗啦，投票免費啊，可以即係你個點就上就上咗，你有攻擊嘅。咁所以咧喺即係呢一方咧，係可以再發展下，係攞無奈攞出嚟啦。因為知道嘅人其實係同埋咧，由巴西話啦，佢上網上嚟，巴西話一百分啦，但係卡塔爾人冇一百分。如果你講到巴西，即係國際組織大家好啦，大啦。即係咁，誰嚟講係正確啦？點解卡塔爾又係我一個鼓勵？咁我就即係我就有好大嘅疑問啦，喺呢個情況。咁咧，即係惡到差到，只要一俾錢佢就會為非作歹。而一邊咧就係有立場，因為唔正確嘅挑釁話嘅。咁所以呢位我俾翻你，我你咪收翻你冇俾翻你講。但係咩立場人我哋中意之後點解搞世界盃？因為世界盃一定會為佢帶嚟收入。咁喺咁嘅情況，我哋中意。咁差，係咪我一路搞？冇曬人錢，得咗佢，咪重新呢個國際足球聯會、國際足聯去搞世界盃咧？我呢個立場位置咧，我覺得可以思考多啲。好啦，我咧又講到呢個啦，如果